怎么板着脸？任女票生气了，为什么？他说肚子疼，我叫他多喝点热水，结果他就生气了。女票说肚子疼，你叫他喝热水，就意味着要买一个包才能平息这件事情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医院？去医院你还得花挂号费、医药医疗费，外加一顿大餐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他对你说肚子疼，你就回答别逗了，你哪有肚子啊？今晚一起去 KTV？ 不去。为什么？不喜欢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还是喜欢我的被窝。大好青春怎么可以浪费在被窝里？要不然呢？应该去干一些快乐的事情啊。快乐的事情不都是发生在被窝里的吗？快过年了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？没有啊。你不觉得小偷越来越多了吗？哦，对啊，这种情况有没有让你明白点什么？你是提醒我要注意小偷吗？放心吧，我没钱，小偷偷不了我。实在小偷偷你了？要不然你干嘛跟我说快过年了，小偷越来越多了？连小偷都知道年底冲业绩，你呀还在晃悠什么？今晚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吧。不去。为什么？外面多好玩啊。再好玩对我来说也不过是过眼云烟。你去玩一次就知道外面的美女有多迷人。在我眼中，女人再美也只是一堆红粉骷髅。那你生活还有什么乐趣？在这繁华的都市中，保持本心的纯洁就是生活最大的乐趣。到底是什么让你觉悟这么高？穷。你有饮料吗？想喝啥？随便。可乐行不？不行，我最讨厌可乐。为什么？我老婆总叫我可乐男，烦死了。可乐男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能摇啊，一摇就喷。你干嘛去？洗被子。今天怎么这么勤快？晚上女朋友来我这过夜嘛，所以是她让你洗的？不，我自己要洗的，怕她嫌你脏是吧？那倒不是，是怕她概率要怀孕。亲爱的，给我来杯冰水。喝冰水不好吧？我给你倒杯温的吧。哦，我就要冰的。你为什么非要喝冰的？冰水能减肥啊。谁说的？怎么减？冰水5度，体温36度，冰水喝到身体里需要把5度加热到36度，这就需要消耗热量啊。美女，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你这丝袜哪里买的？你想干嘛？我觉得很漂亮，想给我老婆买一双。我建议你还是别买了。为什么？你老婆穿上丝袜，就会有不三不四的男人搭讪她了。亲爱的，今晚你就在我家过夜吧。真的吗？嗯呢。亲爱的，你好厉害哦。是吗？是的，你太强大了。有多强大？和我闺蜜她男朋友给她买的 iPhone X 一样强大。你念书的时候处过对象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不处啊？当时想着以学业为重。那现在呢？也没有处。这又是为什么？都怪当初太天真，以为等毕业以后再谈也可以。毕业以后再谈有什么问题吗？在动物园里打猎都打不到，出了园子你觉得还有希望吗？今天怎么不开心？和老婆吵架了。夫妻没有隔夜仇，床头吵架床尾和。怎么和？啪一下不就和了？那可不行。为什么？日后他不得天天找我吵吵。这么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打个车就行。好吧，那你要坐后面，女孩子千万不能坐副驾驶。为什么？副驾驶危险啊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司机遇到危险的时候会下意识地将自己避开，所以副驾驶是最危险的。我说的倒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女孩坐副驾驶容易诱使司机犯罪。为什么？因为副驾驶得绑安全带，一绑安全带胸就会被勒得特别大。听说你又恋爱了？是的。能让你看上的一定很漂亮吧？长相还行，就是胸特别小。没想到你也是这种人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是担心其他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胸部特别小的女人会有奶水吗？按
你的逻辑，丁丁特别小的男人就不能正常尿尿咯？为什么我总这么失败？一定是你小时候爸妈没怎么带你出去玩，这有什么关系吗？研究表明，经常带孩子出去旅游看世界，孩子成年以后更容易成功。是吗？谁研究的？科学家呀。这有什么依据？经常带孩子出去旅游的人家里都比较有钱嘛。今天多少度？十二三度吧。那你怎么还穿短袖？穿短袖怎么了？这温度你穿短袖不怕冷吗？我连穷都不怕，还会怕冷？